通过 M 键可以调到这个 Green 的模式，结束。通过 M 键使它在线的这边，然后通过加减来调节，然后长按就切换到9到13这个模式，然后还可以通过加减来调节。除此之外，通过按这个长键，又多到588这个行列，通过加减调节到所需要的。OK。